年代，从前只有一种树，现在你知道吗？不是只有一种，因为树大为美。以前我们就我们的那个时候习志摩讲的啊，反正很壮观，就是很美丽。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什么？联合国在推动什么多样性？多样性生物啊，所以您看一下，这个老树是什么树？这个老树是木棉树，旁边有没有种别的树？木棉树死掉了，以前都是古木棉树，现在古什么树？就好像台湾大学的椰林大道，那椰子树如大王椰子，如果倒掉，如果被锯掉或者枯死，是在补充大王椰子，但是这个不是。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有一个北一女毕业的，后来读台北医学院的女生，她很感慨，她说她学生时代对这条都是木棉道，没有想到变化这么大。这条路是啊，再多讲一样啊，第三样就不讲了。